师姐，苏墨，我们又见面了，你竟然没有死，看来那个黑袍人确实帮了你。苏墨，你不要冲动，他是看准了你在这里的力量最薄弱，才来攻击我们的。宇焕，我们空桑剑圣不会使用这么邪门的阵法，你不配为空桑剑圣，你愧对师父。不要跟我提师父，挡我者死。别费力，水火不容，这火系阵法，你越反抗。